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周云奇。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的建筑，它很重要，我们每天都会用到它。但是呢，几千年来，文献也好，绘画也好，几乎看不到它的记载和描绘。它的规模不是太大，位置也不是太显眼，多数时候呢，还有那么一点点你想远离它的理由。可能大家观众朋友们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厕所。厕所很重要啊，对吧？那我们建筑节目吧，自然从一个最庞大的一个建筑开始讲起。咱们北京故宫呢，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号称是9999间半呢、啊。但是偌大的紫禁城，又是皇帝嫔妃，又是宫女太监，却居然没有一间厕所，为什么呢？大家好好想想。其实答案不难，原来不管是皇帝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是用便盆。方便完了当然有专人处理。咱们想一想，那个时候你说宫里那么多人，几千人呢、啊、上万人的这个整个运输工程，想起来也应该是挺庞大的哈。故宫是没有厕所，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厕所。事实上，根据《周礼·天官》的记载，周朝的王宫呢已经有比较先进的水冲厕所了，有漏井，有水道，而不仅的是可以清污，还能去味。但是似乎这些办法呢并没有通行过。比如《左传》里就有记载，东周春秋时期，晋成公因为肚子不太舒服，去了一趟洗手间，但是不小心踩空了，掉进那粪坑里淹死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三点。一是厕所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建筑了。二是当时的坑很深呐、啊。三是踩踏的侧板防护措施可以说是不太足。当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种坑呢，在今天2013年的中国仍然可以看到大量这些旧式厕所。一个坑，两块板，3尺土墙围四边。那专家说，其实我们这个是继承了当时这个古人的遗风，也有许多的这个粪肥产业呢，可以说从当时这样的一些厕所呢发展了起来。今天当然是没有了，但是呢，厕所到底演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今天就走一走这一段历史。这是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转舍图。所绘转舍相当于后世的官方驿站，厕所就设在画面左边庭院的后墙外侧，正像汉字厕所展示的结构那样，位于房舍之侧。这是徐州楚王后墓出土的古代石厕，结构完整，保存完好，也是传统中国厕所的主流样式。而传统厕所的另一个重要样式就是猪厕，这种养猪而兼厕所的结构仍然在很多地区可以看到。在没有冲水系统又轻视排泄卫生的古代中国，粪便处理和除臭两大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量传入中国，各种大小乘戒本也相继溢出，并在唐宋两代形成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除了带来信仰和新的思辨体系，佛教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12世纪中叶，日本僧人曾摹写了一部《五山石刹图》，是对南宋一些著名禅寺的实录。这张图所绘，就是当年镇江金山寺的厕所东司。画面的上方是一排便槽，分隔为小间，每间前面都设有香炉，下方右侧为小便处，左侧为洗漱架，中间为晾衣架和烘干设备，其布局和功能和今天的现代厕所并无不同。但遗憾的是，这种厕所样式和对清洁的重视只见于寺院、官府和古代上层社会，始终未能在传统中国得到普及和推广。而五山石刹图东传日本，不仅影响了日本佛教的寺院形态，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原初佛教的称谓东司，也成为日本广泛使用的厕所代名词。
日本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音译礼赞》中特别谈到了这个日本厕所的好处。他说在那个京都奈良的寺院里啊，厕所都是旧式的，建在草木丛中，你能在这儿闻到绿叶和青苔的气味，他们与住房隔开，在那儿有点暗，但是呢十分的整洁干净。他说在那儿呢，在那样的阴暗光线之中，在做那件事情呢，感觉真的是说不出的好。那谷崎润一郎甚至说，在日本的建筑之中，最是造的风流的就是厕所。为什么是厕所呢？或者说为什么谷崎要特别称赞寺院里的厕所呢？其实呢，稍加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事实上世界各大宗教对于卫生问题都非常的重视。譬如说有一句话就说 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 他们不光是关注人的精神上的进化，也要特别留意肉身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比如说佛教，我们看佛教的戒律呢，就对僧人的这些如厕的问题呢，还做得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说这种建筑要离住所要多远，怎么样敲门，怎么样保护隐私啊，怎么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详尽的，而且合乎情理的一些描述。而中国日本呢，都受到佛教很深的影响。单单是厕所来讲的话，中国寺院的遗存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当年日本僧人画下来的金山寺东司，不仅是这个画保留了下来，而且相同的厕所的规制，在今天的日本京都奈良的寺院里仍然能够看到。日本呢有所谓五山寺院，而奈良、镰仓等五山的寺院模仿的正是中国宋代的五山十刹。具体到厕所，那他们的蓝本其实就是刚才片子里看到的金山寺的东司。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呢，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他们在思想、美学、风俗、习惯等方面对日本国民生活影响深远。流风所及也使得日本整体的厕所的清洁程度、它的设计的精细、还有这个讲究细致以及对厕所的这种重视，都远远领先于其他的亚洲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在各个方面，包括在厕所问题上向西方靠拢，并和中国拉开了距离。20世纪初，日本几乎在一夜之间进入现代生活方式，他们引进西方现代马桶技术，并对马桶有着近乎恋物癖式的改造。时至今日，日本人对马桶和厕所技术的创新仍然在全球享有盛誉。从坐垫加热、自动喷洗、吹干到按摩、遮阴和手机遥控，马桶的新奇设计、高科技功能和人性化细节几乎照顾到人的每一个需求。日本有一位舞台设计家，他也是作家，内尾和同。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窥视系列，窥视日本、窥视欧洲，当然还有窥视厕所。他去参观过各种名人的厕所，然后呢会手画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加上他自己的说明。里边呢有一个建筑师藤森，那大家就好奇了，日本的建筑师他家里的厕所设计成啥样的，他对厕所这种建筑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这个建筑师家里的厕所呢，跟现在常见的家庭卫生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挺扫兴的对吧？但是呢有趣的是啥，建筑师呢特别向妹尾和同介绍了他庭院里的一块草地。这块草地呢就是他最喜欢最经常照顾的一片小草地，那是他的地方。而且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一边站在那儿，一边看着星星，一边这是比较可爱的。原来建筑师最喜欢的厕所居然就是没有建筑的。1000个外国人眼中有1000个中国。She is clearly visible from space. Itihas, say, Anjan, Mehi.
解中国的门，对话各路中国通。茅台葡萄酒，世界看中国。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双汇大肉块，有肉块才好吃。双汇大肉块，与众不同。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就在康熙皇帝用便盆的年代，和康熙同一个时代的西方大帝是路易十四，他也是世界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使得法兰西王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位矮个子国王还是现代高跟鞋的发明人，而且因为他非常享受美食，他还使得法国菜一跃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法兰西大餐。而路易十四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壮举，就是他有两仪式，一个叫 levé， 一个叫 couché。 levé 就是起床，就是起的意思， couché 就是睡觉的意思。在这两个时候呢，他都有一个这个迎宾会友的这么样的仪式。他们可以来，然后呢观礼，所谓的观礼他穿衣服漱口，还有做那件事情，非常有趣。接下来我们讲讲亨利四世，他当时呢也有在法兰西王宫里，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禁令吧。因为当时呢，他要严禁贵族在皇宫里面随处大小便，违者罚款。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呢？因为皇宫里实在是太臭了。皇族也好，贵族也好，其实保留了很多可以说是当时很朴素的作风。就是如果内急了，你说皇宫这么大，我去哪里找？就随便在这个墙壁边儿，哈。而这不是我们编的，这可是有这个记载的。譬如说，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母后就被看到在宫殿背后的花坛上面方便。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顺便的理解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妇女的裙子那下摆是那么的大。可能在户外的时候这样子比较方便。要知道在17世纪之前呢，女性内裤是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所以呢，好，皇宫如此，城市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欧洲的城市在中世纪呢，虽然已经有厕所，但是规模和数量非常有限。人们普遍用的是便壶，而且呢，有时候那倒出去是随着便壶一起跑出去的，作为城市一景。那粪便经常会这么样的飘下来，你觉得是不是挺危险的？巴黎、凡尔赛等一些城市呢，都曾经颁布过法令，禁止将这些排泄物扔出窗外。但是这些法令呢，既然很难起到作用，因为人人都这么做。后来呢，官方不得不修改法令，说你要扔吧，至少该提醒一声嘛，免得有人经过。这时候呢，有没有教养就显出来了。有教养的人就会先喊一声来了，通知一下路人，而且呢倾倒完了之后呢，往往还会追加一句上帝保佑您。这里是西班牙梅里达的罗马遗迹，从现存的遗址中仍能看到古罗马公共厕所设计的巧妙。厕所里引入流水，可以不经人手来处理排泄物和难闻的味道。类似的厕所曾经遍布罗马境内，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他的很多知识被遗忘和抛弃。在上厕所这件事上，欧洲退回到蛮荒时期。16世纪的英国伦敦，城市已有少量厕所，但人们更习惯使用便壶和密封式马桶。为解决排泄时的臭味，159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最宠幸的教子哈灵顿勋爵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只做了两个，一个献给了女王陛下，一个留作自用。但这项伟大的发明并没有被欧洲社会接受，连对她疼爱有加的教母都拒绝使用。170年后，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在哈灵顿勋爵的基础上发明了 S 型管道，阻止了臭味回流。至此，抽水马桶的主要原理和部件才算完备。这之后，
很多工程师对抽水马桶进行了改进，现代抽水马桶的结构和形式才最终确定下来。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欧洲主要城市也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粪便堆积，污秽丛生。伦敦一直以来污水都直排泰晤士河，终于在1857年爆发了著名的大恶臭事件，整个城市恶臭难闻，瘟疫蔓延，连议员开会演讲都不得不用毛巾捂住鼻子。排泄问题终于引起空前的重视，工程师设计了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厕所成为重要的公共工程。英国的很多豪门贵族开始热衷于修建公共厕所，并以自己的名字给厕所命名。而同时期巴黎的霍乱流行和城市恶臭也促进了巴黎下水道的迅猛发展。从1853年到1868年，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市中心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改造和重建。从19世纪中期开始，笼罩在欧洲城市上空长达几个世纪的味道开始慢慢散去。随着抽水马桶的改进和规模化生产，这种新型的排泄装置开始在上流社会普及，并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进入到千家万户，成为今天普通家庭生活中的常规用具。观众会发现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没有用那个词，直接吹个口哨就代表了这个意思。其实讲这件事嘛，很多人觉得很难开口，所以呢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委婉的替代语，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比如说英国吧，常见有一种说法就是 spend a penny， 花一便士。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英国在1851年的时候呢就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的公厕，是收费的，上一次就要一便士。而且英国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100年没有变，一直持续到1971年的英国币制改革。所以 spend a penny 这个词呢其实是相当这个实至名归的，历史悠久的。那么中国呢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替代词，传统的像更衣、解手、方便、出宫等等。就比如说出宫，为什么叫出宫呢？是因为以前科举制度，考试的中间呢，如果考生想要出去方便一下，必须先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出宫入境，就是出去进来都要恭恭敬敬，温良恭俭让。然后出宫就成为了这个上厕所这么一个文雅的说法了。那么对厕所的称呼现在也很少叫茅房了，多数在公共场合我们特别是家庭里面都说洗手间呢、卫生间呢，或是盥洗室。那其实洗呢、洗澡跟上厕所呢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比较好，也就是我们有了自来水之后，像美国30年代这个时候就已经这两个功能就放在一间里边了。这是近代的。那日本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因为他们比较缺乏资源，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他们发明出来的厕所，你冲水的时候上面会有水出来，有一个小洗脸盆，你在那儿洗的时候那个水进去，然后顺便把下面也给冲掉了。所以这个是现代的。当然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呢，很长时间里面那时候人们觉得洗，特别是洗澡啊，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上古时代的澡堂还有蒸汽浴室呢已经被抛弃掉了，城市恶臭，瘟疫流行，人们转为认为这个洗澡呢，特别是热水洗澡会让毛细孔张开嘛，那水和病菌呢就会趁机而入，像魔鬼一样进入人的身体。那一些宗教观念也开始觉得，你不虔诚的净化你的灵魂而专注于身体的清洁，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当然这些都是不科学的想法了，但是确实当时法国上流社会里面的妇女一年洗澡也不会超过两次，男的就更不讲究了。比如说亨利四世，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居然把他的女伴给熏得晕了过去。英国呢也是有一些这种好办法，现在我们可能还是也会看到，就是靠出汗，出汗然后搓。
当然这个也有好的事情产生了，譬如说如果大家见过电影《香水》，就知道当时的巴黎，我们今天完全不能忍受的这些种种恶习是怎样催生了法国香水这样一个经典品牌和庞大的产业，让全世界的女性趋之若鹜。这个时间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醒神，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要用精粹厚重深度的原料快速泡制，新闻加评论的深层见解，第一时间强化资讯鉴赏力。资讯快递，星期一至五下午凤凰卫视中文台。啊，一站式服务应有尽有，很时尚，都是名牌，实行先行赔付统一退货，房子买家具，我只来居然之家。居然之家，创造改变世界，世界因我而不同。四特酒，酿就东方神韵。四特东方韵。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大家都知道 WTO， 但是今天这个 WTO 呢，要给大家介绍是另外一个叫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世界厕所组织。其实呢，它的成立呢只有12年的时间，它的国际会员呢包括十几个国家，新加坡、日本、芬兰，还有地方的旅游局等等。那这个 WTO 的口号呢，就是关注全球厕所卫生。在这么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上的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厕所呢盖得极其奢华，让你进去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但是呢，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还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中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其实在推动全球这种如厕的环境或者厕所的现代化，这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孟加拉首都达卡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城市之一，人口很快会突破2000万，很多人住在拥挤的贫民区，各种污水和排泄物直接排入湖水中。这样的脏臭已经存在了20年，但达卡缺少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水来支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目前达卡卫生项目的主要资助者是盖茨基金会，他们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和全新的设计来改变水冲厕所对水资源的浪费，并改变所有人上厕所的方式，甚至还可以开发便携式厕所，就像一个小的黑匣子，完全不依赖水、下水道和电力，还能变废为宝。他们把这一设想发给了全球22所大学，以寻求合作。这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他们正在做进一步的试验和改进，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粪便产生的热能或高能辐射对粪便进行分解并再次产生能量。你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不断地加入粪便，就像我们给汽车加油一样。据说这种装置有望在5到10年之内投入生产，到时候也许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大小便为我们的室内照明提供能源。今天为您捋了一下世界厕所的历史，发现真是又臭又长，看到厕所的过去以及未来。那现在呢，当然是比过去进步了。我们看到这几天呢，中国卫生部就公共厕所的卫生问题呢，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但是这个里面的细节呢，最近被网上这个讨论的很多，譬如说它的臭味等级，每平米的苍蝇数不能超过几个等等等等。大家网友们还在讨论另外有关厕所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地方呢在建造一些非常奢华的公共厕所，造型呢五花八门，包括故宫啊、鸟巢造型的，还有大型城堡，这都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绩工程。所以人们说，哎呀，怎么回事呢？传统的中国重入口
啊，吃的质量，然后清出口问题。但是现在呢，在大家比较讲究的年代呢，是清入口，重出口了。这个重出口有啥用？如果你入口有这些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喝的水，我们的空气啊，我们吃的奶粉、大米、油、盐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是不是挺吊诡的？事实上，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入口出口同样重要。你想想看，对于一个婴儿，对于一个老人，一进一出，那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们人的生理，也关乎到人类的文明程度。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大政商道》。